确定要这个承诺？对，哎，有录影存证，他真的敢讲，我刚以为跟我开玩笑，你自己承担啊。对啊，破二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会穿丁字裤访问的，但丁字裤没有后面了，对，没有后面，要就不能播了。小玉放话说，是绿破二要穿丁字裤，棒棒糖六棒合体就等他。目前印象最深刻就是直接在节目上吃蟑螂是怎么样？哦，对。没有，不是我们人吃啊，对。哇，这个尺度很大哎，这很辣。上次我自己觉得上次最辣的是应该是我们看到小 Ella 的下体吧，私底下在节目上他拿出那个照片给我们看，然后就看到哇，这个太恐怖了，这是女生实体耶，就是男生做成女生的那个生殖器官，就是完全是我觉得很佩服她，很勇敢这样。性感人妇小玉首度合体话题女王天心主持了两个女生，4月10号起在三立都会台首播。除了大聊最辛辣闺蜜话题，尺度也很大，看看小玉一身中空装就知道啦。他们想说，哎，那既然身材在，就不要浪费，就想说，节目的时候就是一直让我露出露，不是露点，那个露身材，就是辣辣个女生嘛，要辣。所以如果收视率越好，我们就会越辣。你确定要这个承诺？对啊。哎，有露影存证，对啊。该讲，我刚以为跟我开玩笑，你自己承担啊。对啊，破二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会穿丁字裤访问的，但丁字裤没有后面喽，对，没有后面，要就不能播了。老实说，小玉主持到现在有没有？有进入录影的时候，就是会害怕，可能天心一个眼神，你就觉得好恐怖，不敢讲话。完全不会，我觉得他就像他现在就像一个我的那种姐姐的感觉。那看到他的时候，其实会有一点慈祥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就是亲切啊。他其实完全不会带给我任何压力，他也是会在，假如说我在节目中有卡住的地方，他会马上去帮我接起来，所以。对，所以他，因为我小的，喜欢他很久了，对，喜欢他很久了，没有，就是我有意，陪着你长大，对，有意识以来，其实在这个节目呢，我其实最想请就是他们五个人，因为我觉得五个人一起来有点难了，因为他们现在就是有点大牌。对，现在目前是威廉，因为他就说哦，外景主持很忙，他一个礼拜可能要出6天外景。问他那还剩下1天啊？我觉得现在要合体开演唱会真的有点难度。我看到 Energy 他们合体其实蛮感动的，因为他们几乎每一个我都认识。那以前在问他们合体的时候，他们就会那种啊官腔，也就是跟我们现在一样。就说好了，我也不知道啦，因为就之后再说吧。我没有啊，没有，之后再说。目前我们想说20年了，还有大概对3-4年，再2-3年了。那希望，要不然棒棒糖都化了啊！对，现在已经很多年轻人都说棒棒糖什么东西，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人有问题。刚开始合体是阿伟嘛，阿伟生小孩，他要带小孩，所以他都不行。然后威廉节目越接越多，那变成他不行。然后敖犬又比较难搞，所以我讲太明白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敖犬他就年纪也比较大，体力也比较不好，对，所以就现在卡在这个问题。那他也有想说赶快，要不然真的40岁了之后就是会差很多。我们等他。